请坐。我们在这一生难得的人生闻佛法，这个缘呢太殊胜，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那么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抓紧这个机会要往生极乐世界，不生极乐世界就大错大错了啊！不管你得什么利益，六道轮回跑不了，不能脱离六道轮回，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啊，这决定逃不过的啊！一般是人懵懵懂懂，他没搞清楚，我们把他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一句佛号底下一句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对了。这句佛号无所不报，你们听得见了，自己都欢喜。一句佛号里头，三句境界圆满在里头。啊，为什么？这句佛讲的得清净心，得平等心。戒律的目的是什么？就得清净心。啊，他要那么麻烦才能得到，我们一句佛号就得到，比他高明太多了。啊，学教这一句佛号是一切教的大宗旨法门，不但世尊一代释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所以这句佛号你往生极乐世界什么都通了啊，根本就不需要学的，全通了。何况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中断，经现在说法啊，说什么法你想听什么法，听的就说这个法，妙不可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想听金刚经，听阿弥陀佛讲的就是金刚经。你想听华严，你听的就是华严。啊，一点都没错，妙极了啊！啊，那个地方无量寿，那个地方没有白天晚上啊，人的精神饱满了。啊，不会疲倦的，你这都多好啊！不需要饮食，那我们这个地方生活上带来这些困扰，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啊！你想想到十方世界去参学啊，本身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讲堂没动，佛也没动，我们也没动，在听经。那办事呢？啊，佛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众生，这是他的本愿，啊，他一定要去接引，分身去的，本身在讲堂没动，啊，那么同学们呢，本身在讲堂也没动，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分身到十方世界。弥陀分身到十方世界是接引往生的，我们分身到十方世界是修福修慧啊，供佛供僧修福啊，听经闻法是修慧啊，福慧双修啊，能分无量身啊，同时亲近无量诸佛如来，听到诸佛所说的一切经，真有受用。
这个好事，我们现在站到边了，一步跨进去就得到了。啊，不肯念佛的人，他没搞清楚啊。啊，真搞清楚，哪有不念佛的道理？哪有不求生的道理？念念求生净土。啊，像海鲜老和尚，念念求往生啊。啊，佛把他留在世间是为表法，为什么？就是为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法。啊，怀疑的人太多了，啊，不相信的人太多了，表这个法，让我们真正相信，决定不再动摇。啊，海贤住世这些年，功德无量。没有比这更好了，啊，在这个世界有缘没缘就算了，没缘绝不攀缘，啊，有缘呢随缘，帮助苦难众生，也是帮助正法救助，啊，正法能求助，这个世界一定是太平盛世。事出世间法都能建立，如果是乱世就不行。那在过去我们不能说没有疑惑，虽然有很坚定的信心，别人不相信我相信，可是没有领导人啊，啊，要有大智慧、大福德的国家领导人出现，我们信心就足了。啊，难得我们遇到了，今天习主席就是这个人，这上天派下来的，啊，来救这些苦难众生，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啊，来复兴。人性的教育，啊，中国传统教育，这世界上有许多族群，他们老祖宗传下来，宗教传下来，啊，你细心去体会，你用恭敬心去观察，平等心去观察，都是好东西啊。不是好东西怎么能传那么多年呢？早就被淘汰掉了啊！能传到今天的我们都不敢轻视啊！为什么？他有这么长的生命力，他一定有道理啊！没有道理早就给人丢掉了啊！都是好东西，如何把它整合成为一体啊，文化大汇合，大圆融，这个好啊！啊，唯有文化圆融，文化融合在一体，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斗争，永远没有战争啊！太平盛世。天天都是太平盛世啊，地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啊。我们遇到这个缘随缘，也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我们把所做的这些功德统统回向求生净土，我对这个世界人间天上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点点滴滴干这一桩事情。好，我们现在开始
不孝弟子寺了冒昧报告的题目是历代祖师是真信切愿，从海贤老和尚反省我们求往生的信愿。六，印光大师说，凡夫若无信愿感佛，纵修其余一切圣行，并持名圣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愿最为要紧。偶益大师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也。能信得极，许汝西方有份。可见信愿最重要。每尊佛出世，必定弘扬信愿持名。历代传法的祖师大德，必定开示真信切愿，或言传，或身教。因此，公路祖师关于真信切愿的开示如下：甲，印光大师总是真信切愿。一，念佛了生死，全仗佛力，由自己真信切愿念佛之力，感佛垂慈接引，故能待业往生也。二，居士即深信念佛，若为参诚敬业知事，又不广阅净土经论，则真信切愿从何而生？纵能执持名号，只因不求出离，变成人天因果，受想吃福，因福造业，能成恶道。三，念佛法门注重信愿，有信愿未得一心，亦可往生。得一心，若无信愿，亦不得往生。世人多多注重一心，不注重信愿，已是失其恶要。四，信愿为前导，念佛为正修。有意专求一心，不讲信愿，即注重开悟，不求往生者，皆不知念佛之宗旨者，弃佛力以仗自力，忽佛智而今己智，其自悟悟人也大矣。五，往生净土，故贵久修，然其所重，在乎决定不易之志愿耳。彼终身念佛，心藏寄人天福报者，纵令精进，因其心愿上念此娑婆，何得有生极乐之望乎？故之信愿，实为无人生西方大根据也。六，念佛一法，要紧在有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纵未到一心不乱，亦可仗佛慈力，待业往生。若无信愿，纵能心无妄念，亦只是人天福报，已与佛不相应故。故当注重于信愿求生西方也。真有信愿，妄当自已。注，已是停止之意。很多同修说，念佛总是妄想纷飞，原因在此。信愿不真，真有信愿，妄想自然停止。七，净土法门以信愿行
三法为宗，有信愿，无论行之多少，浅深皆得往生。无信愿，即到能所良往，根尘窘脱之地步，亦难往生。以真正道能所良往，根尘窘脱之实理，便可自立了生死，则不必论。若但有功夫见此理，尚未实证，若无信愿，亦难往生。八，往生全仗信愿真切。若先有怕不能往生之疑，则不能往生矣。万不可卑劣自居，为我业重，恐不能生。若作此想念，则决定不能生矣。何也？以心无真信切愿，无有感佛故也。以历代祖师分示真信。一、正面劝信。一、善导大师观经四帖书言：身心者，即是深信之心也，亦有二种。一者决定深信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二者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二、善导大师观经四帖书深信者，仰愿一切行者等一心唯信佛语，不顾生命，决定依行。佛遣舍者即舍，佛遣行者即行，佛遣去处即去，是名随顺佛教，是名随顺佛意，是名随顺佛愿，是名真佛弟子。三、偶益大师弥陀要解六信。信字者，信我现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团，亦非圆影，树无粗厚，横绝边崖，终日学缘，终日不变。十方虚空微尘国土，原我一念心中所现物。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信字。信他者，信释迦如来绝无狂语，弥陀世尊绝无虚愿，六方诸佛广长舌绝无二言，随顺诸佛真实教诲，绝智求生，更无疑惑，是名信他。信因者，深信善乱称名，犹为成佛种子，况一心不乱，安得不生净土，是名信因。信果者，深信净土诸善聚会，皆从念佛三昧得生，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亦如影壁随形，想必应生，绝无虚气，是名信果。信是者，深信只今现前一念不可禁锢，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禁，时有极乐国在十万亿土外，最极清净庄严，不同庄生预言，是名信事。信理者，深信十万亿土，时不出我今
现前借耳一念心外，亦无现前一念心性，实无外故。有深信西方医正主办，皆无现前一念心中所现影，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我心变故，佛心亦变，一切众生心性亦变。譬如一室千灯，光光互变，重重交涉，不相妨碍，是名信理。四、截留大师净土警语三种真信。所谓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觉性无二。我虽昏迷倒惑，觉性未曾失。我虽机劫轮转，觉性未曾动。故曰莫轻未悟，一念回光，便同本德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性虽无二，未乃天渊。若不专念彼佛，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所谓法身流转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矣。次要信得我虽障身业重，久居苦狱，是弥陀心内之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刹之外，是我心内之佛。既是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之苦切必能感，佛之慈悲必能应。如磁石吸铁，无可疑者。五、彻悟大师、彻悟禅师语录。知小而不知大，见近而不见远者，此众生之常分也。如阿弥陀佛于诸众生有大恩德，众生不知也。若以众多观之，佛则普为一切众生也。若以一人观之，佛则专为我一人也。乘性大愿，为我发也。常结大行，为我修也。四土为我严净也。三身为我圆满也。以至头头现身接引，处处显示瑞应，总皆为我也。我造业时，佛则警觉我；我受苦时，佛则拔济我；我归命时，佛则摄受我；我修行时，佛则加披我。佛之所以种种为我者，不过欲我念佛也，欲我往生也，欲我永脱众苦，广受法乐也，欲我辗转化度一切众生，直至一生成佛而后已也。一、佛之深恩重德，非父母所可比，虽天地不足，以喻其高厚矣。非闻开示，安知此意？不读佛经，安晓此理？今而后已知之矣。唯有竭力精修，尽报归程，拼命念佛而已，复何言哉？六、彻悟大师语录。若正修净业时，倘达摩大师忽现在前，乃曰：吾有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之禅。汝但舍智念佛，吾即以此禅授汝。但当向祖师作礼，为我先已受释迦如来念佛法门，发愿受持，终身不异。祖师虽有深妙禅道，吾则不敢自为本事也。纵获释迦如来忽而现身，谓曰：吾先说念佛法门，特一时方便耳，今更有殊胜法门，超于彼者，汝当且至念佛，吾即为说圣法，亦只可向佛起手陈白。我先禀受世尊敬业法门，发愿一席尚存，绝不更张。如来虽有圣法，吾则不敢自为本愿也。虽佛祖现身，尚不改其所信，况魔王外道虚妄邪说，岂足以摇惑之也？能如是信，其信可谓深矣。七，彻悟大师将真信具体列为十种。一信生必有死，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曾无一人逃得。二信人命无常，出席虽存，入席难保，一席不来即为后世。三信轮回路险，一念之差便堕恶趣，得人身如早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四信苦去时长，三途一报五千劫，在出头来是几时。五信佛语不虚，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三王可使轻动，诸佛所言无有异也。六信实有净土，如今娑婆无异，敌敌现有。七信愿生即生，已今当愿，已今当生，今有明文，岂欺我哉。八信生即不退，净胜圆强，退心不起。九信一生成佛，寿命无量，何事不办。十信法本唯心，唯心有具造二义，如上诸法皆我心具，皆我心造。信佛语故，则造后四；不信佛语，但造前四。故深信佛言，即深信自心也。修净业者，能具此十种信心，其乐土之生，如操左卷而取故物，夫何难之有。注：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双方各执其一，左卷即左联，常用为所藏的凭据。操左卷比喻成功有把握。二、反面劝信。一、截流大师净土警语：苟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即造业已，必堕苦。正眼观之，叫他一禅提旃陀罗背，仅差一步耳。注：禅提，断善根无信仰的人。旃陀罗，以屠杀为业的人。二、莲池大师弥陀疏钞。
明智者当为世人决以起信，在在处处弘赞流通，即是待诸佛出广长舌，即是报佛深恩。如其违背圣言，故为魔说，其为罪也，何可言尽？今已喻明，于此有人日出万言，以谤万佛，积满千岁，世人罪业无量无边。而复有人出一恶言，波无净土，主人念佛，世人罪业过于前人百千万倍，乃至无算，何以故？唯臣诸佛赞叹西方，唯欲人人成佛，汝独生谤，即是辩谤唯臣如来陷害众生，藏沉苦海，不得成佛，故罪如是，其甚慈哉？三，莲池大师弥陀疏操归纳十种男性，唯有狐疑是器材，疑根未断即是罪本。凡夫众生对镜中的怀疑，不出狂妄与愚痴二端，如下：一、现居娑婆秽土，喜酒心安，乍闻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已无此事。二、众信有极乐世界，又以十方佛刹皆可往生，何必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三、众信应当往生西方净土，又以娑婆世界离西方净土有十万亿刹土之遥，如此极远，何能得到？四、众信距离不是障碍，又以薄地凡夫罪障深重，缘何业障未除而得往生彼国？五、众信待业能往生，又以生到西方净土，必有奇妙法门，多种功恨，缘何但持名号，遂得往生？六、众信持名得生，又以执持名号，必须多历年劫才能成就，缘何一日七日便得往生彼国？七、众信七日得生，又以七趣受生，不离胎卵湿化，缘何净土诸往生者悉是莲花化生？八、众信莲花化生，又以初心入道，多欲逆缘退转，缘何一生彼国便得入不退转位？九、众信一得往生便入不退转位，又以净中念佛法门主要是接引顿机众生，上至立根不必往生彼国。十、众信上根立志亦应求生极乐净土，又以其他经典，或说有佛，或说无佛，或有净土，或无净土，狐疑不绝。上述十种男性，前八种属愚人高推圣境而不敢信，第九种是狂者蔑视西方而不屑信，第十种双肩狂于二病，可见凡夫众生迷惑颠倒，处途成智，对镜中不可思议圆顿大法以往重重，乃是众生业力所障，无人
应身自检醒，尽捐狂于二弊，虔诚笃信。四，偶益大师灵峰宗论，今念佛求生净土，正反迷归悟，智圆智顿，盖与梦幻扫之，可乎哉？今人于梦幻妻子家园，不能当下割舍；梦幻功名富贵，不能当下远离；梦幻苦乐寒暑，不能当下去破；乃至梦幻诗文疾风转雨，不能当下唾弃。独于梦幻西方，则不求生，亦大惑矣。夫依对待而论，娑婆活计，天梦者也；求生净土，醒梦者也；不可不求生也。依绝代而论，惑业感于三界，噩梦也；念佛生于净土，好梦也；亦不可不求生也。苟深思此理，净土之生，万牛莫挽矣。五，印光大师文钞，至于修行净土，有决定不移之理，何必要问他人之笑验？纵举世之人，皆无笑验，亦不生一念疑心。以佛祖成言可评故，若问他人笑验，便是信佛言未及，而以人言为定，便是偷心，便不济事。英烈汉子断不至舍佛言而取信人言，自己忠心无阻，专欲以孝验人言为前途导师，可不哀哉？丙，历代祖师分事切愿。一，彻悟大师语录：若炽热铁轮旋转顶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愿；若转轮王圣庙五欲现前，亦不以此乐退失往生之愿。此逆顺至极，尚不改所愿，况世间小小逆顺境界，岂能引转哉？能如是愿，其愿可谓切矣。二，偶益大师灵峰宗论：佛祖圣贤，未有不以逆境为大炉钩者。佛四圣地，苦地居出，又称八苦为八师，苟稍存喜顺恶逆之情，终与夏草同腐而已，安能如松柏之亭亭霜雪兼哉？美玉不琢不成器，顽金不断不至精，钟不及不鸣，刀不磨不利，岂有天生弥勒，自然世家，欲为圣贤佛祖，必受恶骂如饮甘露，欲横逆如获至宝，方明恕患难，行乎患难，方可于秽土直净土因，方如连出淤泥，超灯不退。倘无事则驾言，念佛求生净土，以欲不如意，则毁运资皆，无恐三昧不成，生息未保。注：倘若在平日无事时，就高谈阔论，念佛求生净土，一遇到不如意事，当即就后悔、恼怒、怨恨。我恐怕其人念佛三昧不能成就，往生西方
也没有保证。须于此十大爱行，注此略，一一自验。果于病时、难时，乃至被疫时，唯增念佛心，免苦空观，不由不怨，数连恶日资，称三昧宝王矣。注：念佛三昧，又称宝王三昧。三、策悟大师语录：如是信矣，愿乐自切，以彼土之乐回观娑婆之苦，厌离自身，如离厕坑，如出牢狱，以娑婆之苦遥观彼土之乐，心乐自切，如归故乡，如奔宝所，总之如渴思饮，如饥思食，如病苦之思良药，如婴儿之思慈母，如避冤家之持刀相迫，如堕水火而急求救援，果能如此恳切，一切尽缘，莫能引转矣。丁，信愿行三而一。一、策悟大师语录：闻佛法已难，况闻弥陀名号，净土法门犹难。何幸而得？难得之人生，何幸而闻？难闻之佛法，闻之而犹不肯信，不深为可惜也哉。不信孤至，即如信者信而不愿，犹不信也。愿而无行，犹弗愿也。行而不猛，犹弗行也。行之所以不猛，犹愿不切；愿之所以不切，犹信不真。总之，生真信难，信果真矣。愿自能切，愿果切矣。行自能猛，真切信愿，加以勇猛力行，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弥陀，决定正三不退，决定一生补佛。既得生净土矣，况大劫来生死业根，则从此永断，即一生补佛矣。至极尊贵无上妙觉，则便得圆成。此一念真信所关系者，岂浅浅哉？苟非障道圆薄，生死业轻，久种善根，素因深厚者，何以能尔？然无人无量劫来，业力轻重，善根深浅，皆莫得而知。但业力由心转变，善根在人栽培，是故弘法者不得不善巧方便，恳切开示；而学道者不可不竭力奋勉，勇往直前。但一言入耳，一念动心，皆可转变业力，皆能栽培善根。虽闻种种紧要开示，都无一言所入；虽遭种种逆顺境界，曾无一念奋发。是为真业力深重，真善根清显，则亦莫可如何也已。二、策悟大师语录：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药，无病不疗，是如意诸王无怨不满，是生死苦海之慈航，无苦不度，是无明藏业之慧灯，无暗不破，
但得一粒耳根，便为有缘；但能一念信心，便可相应，信心果真。愿不其发而自发，只将此信愿二法常存在心，如忠臣之奉明君密旨，孝子之受慈父严命，意念不忘，作为第一件要事。不论所处境界，静闹闲忙，多念少念，总皆为往生正因，只恐借在勤怠兼耳，无人旷大劫来，久在轮回，其永不发出离之心，修向道之行也，皆废于因循，败于怠惰，所以常在生死受大苦恼。今闻持名简要法门，若能因循固彻，安于腐败，可谓第一等无血性汉子矣。三，印光大师文超，念佛有信愿，决定会临终往生西方；无信愿，则只得人天福报而已。有信无愿，不明真信；有愿无信，不明真愿。信愿二法，如车之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五，诸祖自述流露真信切愿。一，偶遇大师自相赞。一，不参禅，不学教，弥陀一句真心要，不谈玄，不说妙，述诸一串真风调，由他讥，任他笑，念不成息亦不掉，昼夜称名是福望，专待慈尊光礼照，玄之连恶已标明，请君同上慈悲照。二，愿大不疑，惩戒胆小，怕堕地狱，见人嬉笑满容，礼佛悲哀痛哭，终日轮串数珠，唯恐万生未足，纵有一系独名，且无片藏可录，只图下品连生，便是终身定局，岂敢大言欺世，致使法门受辱。二，醒安大师偶曾四熟，百八轮珠六字经，消磨岁月度光阴，平生只有惜归愿，肯为他缘负此心。三，彻悟大师念佛记。一，猛切持名如旧头，娑婆哪更可持留，即今杀手便归去，以教前贤书一筹。二，化断尘缘百不思，通身着力念阿弥，娑婆深厌轮回苦，早向花池占一枝。三，自怜身作太平僧，了生托死却未曾，但愿明标莲池里，不须高烈上传灯，传灯指传灯路，禅宗语要。四，化道无常指自卑，百年弹指欲何为，唯求慈父垂哀悯，小小莲花与一枝。乙，说明这份报告十二祖彻悟大师的法语居多，主要摘自彻悟禅师语录，也称孟冬语录。印光大师评价说，彻悟语录寻为净中最要开示，躺在偶遇老人前，决定选入十要。注：指偶遇大师编的净土十要，
印主评为净宗制要之书。净宗历代祖师并非都是著作等身，有的祖师没有著作，如程远、少康、醒常，也有的祖师少著作，如法造、节流、醒安、彻悟。印光大师曾就此答复云：彻祖、醒祖之少著作，以个人之心愿耳，其道德之优劣，故不以著作之多少为定。古今有法身、示现，但少数言句无所著作者多多也，何得在此处生疑？须知无人预料生死，时不在多，只亦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足矣。纵饶读尽大藏，亦不过为成就此事而已。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用历代祖师的法语来诠释海贤老和尚一生表法的内涵。他没有著作，但是他表演给我们看的真信切愿。他老人家说：我要赶紧念佛，求阿弥陀佛来接我。我现在100多岁了，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老佛爷、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我给老佛爷求过几次，要跟他去。这些都是真信切愿的自然流露，这些话我们可曾发自内心地说出过？芸芸念佛人普遍功夫不得力，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检讨、不得不反省的问题，无法回避，原因很多，五花八门，总的来说，不外乎信愿出了大问题。信不真，愿不切，所以万修万人去，变成万修二三人去。那么信愿的内涵是厌离心，厌离娑婆才会心求极乐。大部分人觉得这个世间还不错，日子过得很美满，对六道轮回不畏惧，对极乐世界不向往。古人说的口念弥陀，心念娑婆，因此念了20-30年还没消没息。报告至此，报告过程恐有错误，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善知识批评指正，不吝赐教。阿弥陀佛。治疗师这一份的报告，我们听到了，也看到了，他给我们提供最好的警惕，我们今天确实有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净土信愿的不足。因为信愿不足，所以常常受到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干扰。用心不能专一，疑虑就更多、更深、更严重。它确确实实是会妨碍我们这一生往生净土。治疗师
对经中的根扎得好。这么多年来，他主要的是一部印光大师文章，啊，这部文章他念得熟透了，总念了几十遍，啊，这是他身心切愿的根本。啊，今天念佛同学，无论在家出家，印光大师文钞啊，偶然翻个几页，几个人认真去学习，啊，真正认真学习，往生净土就肯定了。为什么？真心切愿，一定能生得出来。啊，印祖在世的时候，因为方言、口音的关系，他在晚年住在南方时间多，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一生呢用文字弘法。啊，他讲经别人听不懂，要翻译很麻烦。啊，所以用文字，用书信。啊，这就是祖师往生之后，在前也就编了文钞。啊，那么现在有续篇，有三篇，内容啊非常丰富，每一篇都是劝人修学净土最紧要的开始。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跟禅云法师住毛坡半年。啊，那个时候他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读阿弥陀经三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融钞。我那半年的时间就学这些东西，那只是自教我自己看，没有讲给我听。啊，要我把三个注解作为一个科会，啊，就是把经里面这个科啊整理出来，画成一张标签，把经文再吸进去，这叫科会。啊，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啊，自己把这三个注解的科会做成之后，非常欢喜。啊，真正体会到佛经文字之美。啊，从科会才能看出来，看出什么？这个文章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废话，可以删掉的，少一个字它就断了，就连不起来了。
啊，这就是中国古人啊标准里头最好的文章啊。以后我们看到《华严经》，清凉大师的课本啊，那么大的经，还有600卷《大般若》，古人都用表解把它。汇成科绘本，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了用科绘来看文学。在台中，李老师每个星期有一堂古文，我们学的古文观止啊，老师教我们练习做课本，因为古文观止文字少，很容易做，经文字太长了。啊，发现古文里头跟现在人的文章不能比，现在的文章你去做过饭做不成啊，古人的文章偏偏都可以，他有这个章法结构思想体系，从科判上全能看到啊。所以科判就是注解经的，就是经注啊，那是提要，重点的提要啊。讲义那是详细的说明那么资料是有这么深的根，他对经中的信念，我们在他的报告，在他的文字当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得出来啊，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啊，祖师大德这些语录是修学净土人扎根的，就扎信愿根的依据啊。经文字太深，不一定看得懂。祖师的开示前啊，从这上扎根，然后再去读经，对于经里头字字句句会生出感恩的心啊，你才晓得字字句句是真实教诲啊。后面还有一篇报告，啊，开启法师的。好，我们看这边。香港汉学院献礼，惭愧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香港汉学院献礼。借逢香港汉学院成立奠基之期，借此殊胜因缘，谨承此文敬献诸佛菩萨、历代圣贤、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祈愿汉学院之成立能够为全中国、全世界培养传承儒释道道统之优秀人才，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孝敬为根，伦常为本。无量寿经云，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老法师开示说，中国的现状，人民不善，是源于近百年来社会不安定，因此父母失教，祖父母、曾祖父母，甚至高祖父母，悉皆疏忽对后代的教育，因此年轻人悖逆伦常，作恶多端，如何能够责怪他？若是责怪他，就是不仁，是故应当要饶恕他，施以伦理道德之传统教育，就不会一错再错。殊不知，中国200多年前之老祖宗悲泪交加，悔恨不已，于墙角中忏悔哭泣，深望子孙能够诵读《弟子规》《孝经》等圣贤典籍，并向所有弘扬著述圣教者叩首忏悔。祖先日日凝望子孙，陪伴子孙学习圣贤教育，呕心沥血，诚心劝谏子孙，切勿重蹈覆辙，否则祖先无颜端坐于厅堂牌位之上。学人笃思言，闻思语，怎不令人感动涕零，悲泪如雨？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如今潮州谢总办班教学，得以于7日内唤醒人的良知良能，足证人是教得好的，人人自信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之根本即是孝敬，因此汉学院之开幕设以拜师礼，弟子至诚恭敬向恩师礼拜。汉学院之奠基则是拜亲及拜师礼，子拜父，且父子至诚同向恩师礼拜。此表法之意，即彰显孝敬乃是汉学得以屹立不摇之坚实道基。诚如《论语·学而》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诚孝之志，可通神明，光四海，则汉学得以奠基。诚如《无量寿经》所云，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诚敬之志，可继绝学，耀门楣，则汉学得以光显。此乃汉学院之表法深意。孔子在世时，曾经问礼于老聃，学古琴于师襄子，访乐于长虹，体现出孔老夫子尊师重道的精神。念老于《大经集注》中亦云，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三句，均指尊师重道，依教奉行。老法师说，此乃学习佛法圣贤教育必具之条件。古往今来，学圣贤之人很多，成圣贤之人不多，原因在于对老师不尊重，对父母不孝顺，自私自利之心太重，对于财色名利占有之念头太强，以此为乐，争夺不休，忘失父母之深恩，忘记老师的教诲。由此可知，
若失去孝敬之根本，学人之道德学问如何培育？汉学之根基又何有建立？只有诚孝诚敬之人，才能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服大厦之将倾，即绝学于当世。二，儒释道三教混元和合，辅进汉学院，即见本师阿弥陀佛，道德天尊老子，万世师表孔子之同志塑像。这三尊首现于2014年香港中原祭祖法会的圣像，肃穆庄严，表法意义深刻，体现儒释道三教是一家。中间的圣像是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尊之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偶益大师于弥陀要解中说明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老法师是此文实言，阿弥陀是梵语，翻译成中文是无量的意思，阿意为无，弥陀意为量，佛意为觉悟，因此阿弥陀佛名号之意就是无量觉悟，简言之即是无量光无量寿。光是指空间光明遍照，寿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时光交彻成整个宇宙，法界体即是光与寿。阿弥陀佛之法身是无量光寿，阿弥陀佛所居之极乐世界亦是无量光寿。左侧的圣像是道家创始人道德天尊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春秋时期楚国人，曾担任周守藏室之使，是一位大智慧者。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曾向老子学习礼法。孔子是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古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两股深藏若虚。君子圣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使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亦曰：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并用礼法加以约束。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和道家的创始者彼此之间就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互相学习，在历史的延承中更是互助合作，共同圆满教化众生之使命。老法师所倡导的世界宗教是一家的理念，孔老夫子与老子在2000多年前即已实践。相传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前，应官令尹喜之请，留下5000言之《道德经》，而后倒骑青牛而去。老子被尊奉为道德天尊太上老君，唐朝皇室更是尊之为始祖。老法师于讲席中常言引老子之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由此推断，大智慧者老子可能是升到无色界天。儒家创始人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人，是一位大教育家、思想家。《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孔子的外祖父颜氏将其女儿颜真在许配给叔梁纥，孔子的父亲律续叔梁纥之祖宗乃积善之家，于是断定其子孙一定会兴旺，终将女儿许配给他，而生下了孔子。
由此应验《易经》之言，真实不虚。孔夫子幼年常将祭祀用的礼器摆设起来，练习行礼言礼作为一种游戏，其在世之时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穆铎，良有一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夫子，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祖述尧舜，有教无类，被尊奉为万世师表肃王。后因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倡议施行独尊儒术，而使儒学蔚为华夏千百年学术文化之正宗。夫子之德行之久远，历久弥真。在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一书中说，以儒教为中心，同时儒、佛、道三种思想浑然融合，在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明中始终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自古以来，儒释道三教和合无间，共存共荣，共同行使社会教化之使命，这是中华文化最为和谐美好的绚丽典章，是今日世界实现安定和平的源头活水。三，仁德国主护世太平。圣贤教育所行之处，无不仰赖仁慈国主之护持，此事古今中外皆然。无量寿经云，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真正道义。大慈念老于注解中引汉译经文曰，释饶王闻经修道，欢喜开解，便弃王位，行作比丘。老法师开示说，释饶王是法藏比丘在俗时的名字，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他是一位躬行圣贤政治的仁德国主，其名号中之饶字即是丰饶之意，涵括范围广大，举凡政治、社会、文化皆是如此，因此国家富裕安定和平。由于释饶王为政以德，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建立了太平盛世，因此人民的生活幸福美满，国民对于这位国家领导人赞叹欢喜拥戴。释饶王闻佛说法，舍弃王位，遍参十方国土，发殊胜大愿，五劫勤苦修行，自然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往生极乐者，上至文殊普贤等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恶道众生，悉皆包罗。老法师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从无间地狱往生极乐世界的。唐太宗是一位文韬武略的英明国主，然而由于年轻打江山时杀人太多，射箭百发百中，死于其弓箭下者逾千人之多，杀人要偿命，因此死后堕落地狱。但由于他在世之时护持三宝，有功于佛教，且平等护持所有宗教，同时他下令编订《大唐治国宝典》《群书治要》，常言此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世界，此乃太宗对于人类之最大贡献。因此他得以离开地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纵观唐太宗一生，他任人唯贤，虚心纳谏，励精图治，遂成就贞观之治，创建大唐盛世，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之一代英主。他克己纳谏，择善而从，人民爱物。唐初关中连连灾荒，太宗开仓赈灾，取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儿女，其古公谏臣魏征过世后，太宗常言，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遂成为千古名训。大唐文化灿烂辉煌，得力于太宗之护持。除了任命魏征、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编订治国宝典群书之要之外，
还任命孔颖达等学者修订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且置办国史馆，由大唐宰相负责兼修前朝国史，开风气之先。太宗文治之功为后人称颂至今。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不但护持佛法，而且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促成唐朝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之融合。贞观十九年，唐太宗诏令补司地，将建寺为之建福，于幽州城内建寺，以悼念东征高句丽战争的阵亡将士。隋朝开皇年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唐太宗对回教十分包容。今西安大学习巷的清教寺，就是于唐神龙元年由太宗大将尉迟敬德建造的。贞观九年，基督教传入中国，波斯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隆重接待。贞观十二年，还协助他翻译圣经，造礼拜堂与义宁法。由此可知，唐太宗对于所有宗教皆是以平等心对待，而成为宗教之总护法。当今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位以德化民、厉行节俭的仁德国主习近平主席。习主席尊重传统文化，支持佛法，特别是在今年访问欧洲期间，几乎每场演讲都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是证明了汤恩比博士所言，只有儒家学说、伦理道德、大乘佛法、佛之文教，能够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帮助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2014年2月，习主席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曾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因此，继承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够更好地面向未来。有仁主之治，必兴仁德之教。大唐群书之要治国宝典已纳入党校之必修课程，也传遍全世界。恩师上进下空老法师曾说，我们深信习主席能带领国家、带领世界，以祖宗遗留的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领导世界走向安定和平的盛世，我们应当跟着他前进。相信在习主席的引领下，以群书治要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必定能够普利全球，福佑寰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愿景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无量寿经阐述了佛教大同之治的景象，佛所行处，国义秋聚，民不谋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聂老视此经文时言及，佛所行之处所，无不蒙受佛之教化，必感降吉祥，世界和平，万邦和睦，风调雨顺，国家富足，人民安乐，尊崇道德，兴师仁政，愿世界臻于大同也。由此，我们深信汉学院之建立，必能帮助国家、世界培养第一流的汉学人才，汉学之教化所及，必能与清国安、家和人乐，必能帮助国家社会臻于崇德兴仁的大同之治。如此则为百姓之福、国家之福、世界之福也。以上是惭愧弟子浅显的心得报告，不妥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语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开基法师第一篇的报告。
也非常好，让我们听到之后有很深的感慨。我们希望你能够见到、想到，希望你能够做到。啊，今天真正能见到、想到的人就不多。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最近200年中国近代史中你可以能够看到。啊，汤恩弥博士就说的很多。清朝末年第一批派到国外留学的学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对于孩童、青少年是以礼法约束他们，让他们言谈举止都有规矩。啊，那么到西方去留学，看到西方人完全把这些约束解放了，啊，他们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自在，于是想到中国的衰落应该就是这些礼教，所以学成之后回国就要全盘西化，要把中国旧东西都把它抛弃掉。啊，代表这个活动主流的就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否定中国传统，全盘向西方人学习，日本人真干了，比我们早50多年，将近100年。啊，那么造成今天这个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我们要冷静地去思维观察。不但对中国，就对全世界各个族群文化来设想，他们东西几千年能传到今天，没有被淘汰，肯定有道理。啊，如果没有道理，怎么可能传下来？啊，这么长久的时间，这里头多少有聪明智慧的人，他们没把它看破吗？我相信凡是糟粕有问题的通通被淘汰掉了，能传下来的全是珍宝啊，全是精华了啊，古文明保存的最多的、
最丰富的是中国人。啊，这个连罗素、汤阿弥都承认。啊，尤其是乾隆皇帝将中国古文明做了一次整理，那就是《四库全书》。啊，真正是好东西才能入选呢，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选中的，那个分量跟全书分量差不多。啊，这没有选中的时候，这就是糟粕淘汰的。啊，真的是糟粕，我们要细心慎重去观察。啊，糟粕也能传几千年，什么道理？啊，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外国传统文化里也有。我们的态度要以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拜读，肯定会发现这里头还有宝啊！被一般人俘获了，要把它挖掘出来。啊，要把它整合。发扬光大，流传于后世。有益于世人。啊，帮助这个世界解决问题，帮助世人在一生当中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从文化里面去找，肯定会找到。古圣先贤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西方确实不一样。西方的文化没有放弃自私自利，没有放弃竞争斗争，啊，那么这些思维在中国文化里面早就放下了。啊，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优于其他族群的文化。他一生专门研究文化史，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啊，这个形成在中国三皇五帝夏商周时候
就普遍推行了。那个时候政治上没同意，政治上统一的是秦始皇，那秦以前中国没统一，啊，春秋到战国的时候，啊，春秋时候八百诸侯国，中国中原这一带啊，诸侯就是独立的国家。复原都不大了，我们在古书里面看到他的这个城市啊，这个疆域方圆100里，这就是大国了，小国我们在看到历史上记载的汤的领土只有70里，周文王只有100里，啊，在现在是一个乡镇，不到一个县，一个县不止100里，啊，那就是过去，啊，800多诸侯，这些诸侯国尊重周王，啊，为什么？周的政治办得好，都向周学习，啊，用周的礼法，对周的尊重，所以那个称尊称他为天子，啊，他并没有实权，啊，完全是伦理道德教化所成就的，啊，这些小国归附不是用武力，用文化了，自动来归附的，不是用战争。啊，把这个国家消灭了，占领它的，不是啊。秦统一之后，把这个小国都改成郡县，啊，这个遗迹，甚至到现在，还都能看到。汤恩比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熟悉，他看今天的世界，20世纪，他经历2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核武出现了，他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忧心忡忡，没有这个武器之前，人类不可能毁灭地球上的生物，有这个东西，人有能力毁灭地球，啊，这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啊，真的发生这个战争，这是人类在地球上集体自杀，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啊，所以他就想到中国春秋战国这个时代，啊，现在地球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啊，如何能够消除
和无产者，那就是要统一，像秦始皇统一中国，秦那就是世界政府，啊，这样子内战就可以没有了，消灭了。所以他提出世界政府、世界国家，谁来统一？决定不是用武力，要用文化，要用宗教。啊，宗教必须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宗教要互相尊重，宗教都是和平的，每一个宗教经典它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慈博爱，啊，爱人就不能杀人，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都教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佛家讲的五戒十善，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都有，啊，王神父揭露的圣经360，我们看到了，啊，你看到之后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所以宗教的团结有利于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在整个地球，啊，一定要讲，一定要教，一定要落实，从宗教本身做起，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佛家的慈悲必须要宗教神职人员、宗教的信徒把仁慈博爱从自己心里头做出来给大家看，那这样才能够教化人民，啊，中国传统文化归纳起来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唐安比称着最优秀的文化，这12个字没有人反对啊，我们这十几年接触不少的宗教与族群，我们为他做粗浅的说明，没有反对的，都欢喜，都能接受。为什么？人性的教育啊，他们的教学理念从哪里的？智慧从哪里？从自信里生出来的。自信是一，不是二。人性本善，从本善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哪有不善？
啊，细细去看，所有宗教全都是自信本善掉出来的。啊，所以他可以和睦相处，可以像自己兄弟姐妹一样。啊，要把宗教教育发扬光大。啊，宗教为什么还竞争、还斗争、还有战争？那是他们没有深入经典。如果真的深入经典，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经只念不研究不行，一定要深入，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就管用。啊，所以中国人重视教育，把教育分成四大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圣贤教育。宗教包括在圣贤教育当中。啊，这四种教育都要用真诚心、恭敬心、亲近心来学习，才能帮助你开发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向好。啊，向好是真的。现在科学家知道了，那什么境随心转，人心好，相貌就好。你看看，人在欢喜的时候，他的相貌很可爱，啊，他在发怒的时候，好像那个相貌就不可爱了。啊，境随心转呢，教育要教人心呢，器物向善，啊，端正心念，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汉学院能成就，我觉得这是祖宗之德，啊，众神的价值。很难了，丢了太久了，谁肯回头，谁肯干这个事情。啊，没有习主席出现，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宗教教育，虽然是有信心，但是里头有怀疑。真能够实现吗？啊，虽然我们过去在汤池做了实验，这一次我们在图文巴看到了迹象。怀疑不能断呐，啊！习主席出现之后，我们的信心坚定了。啊，有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佛门讲的
再来人了，佛菩萨再来人，不是佛菩萨再来，救不了这个世界缘。这世界人造的罪业太深了，造了200年了。要再往上推的话，啊，中国人造罪业200年，外国人造罪业400年。哪有那么容易？回头。啊，没有这样一个圣人出现于世来带头，我们说了没人听，不相信啊。啊，只有真正佛菩萨再来这个世界，啊，把这个教化兴旺起来。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有好处。啊，过去没有媒体，啊，没有这样快速的交通便利，啊，那个叫难。现在有这个容易啊。他一篇讲话，立刻就传遍全世界，大家都听到。啊，一个地方做得很好，用媒体就能传遍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了。啊，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所以示范点非常重要。啊，一个小城，一个小镇，啊，一个小区，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榜样出来。啊，真做好了，名声自然会传出去，啊，就产生影响。唐恩米说的很好啊。啊，未来西方人这个文明要转移个东亚文明，啊，东亚文明是中国，啊，中国是主，还有3个卫星国，跟我们是同一个文化，那就是韩国、日本、越南。这3个国家跟中国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啊，春秋末年战国的时代跟我们就有往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啊，日本的朋友常常到这边来访问，我上一次在日本讲经，住在日本冈山，住了10几天，就仿佛回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日本的农村保存的太好了，没有被破坏。啊，你看到他们的生活，啊，礼
穿着、饮食、居住的环境，从春秋战国传过去之后，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真可爱啊！都市变了，农村没变，确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我们看做生意小买卖的农夫啊，摆一个摊子，上面搭个棚啊，他卖的蔬菜，每一把上面写着多少钱啊，就放在那个地方，人家要的时候自己拿，自己把钱放在一个袋子里头啊，他不在，他白天早晨把它摆好，晚上来收，晚上事情没人管的，我们看得很欢喜啊，人诚实啊，没有欺骗人的，这个难得啊，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在日本农村里头差不多还都保持这样啊，农村人也非常好客啊，我们去了家家都欢喜，要学历史，要了解啊，这些国家了解跟中国人2000多年的关系啊，他们的风俗习惯全是中国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